我们今天要来参加小麦麦的体验营，等一下会有很多小孩呢扮成麦当劳店员的样子，想必一定很可爱。我们来看下去吧。娘娘，这是什么？那这个可以讲故事。你好，我是麦当劳叔叔。Hello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换装了。一二三，我们现在衣服换好了，有没有很可爱啊？钻钻钻。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吗？汉堡，吃汉堡。我要去打卡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来念一个小咒语，好吗？好，那等一下跟着哥哥一起念哦，好不好？欢迎光临麦当劳。看老师你们的精神哦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欢迎光临麦当劳。很冷是不是？你刚刚去冷冻库里面啊？亮，加油！你要当店员了，可以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下班了，然后再吃店里面的冰淇淋。